我们的林立旭两位学员来做我们的分享。师长，太长官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大甲溪长间班的班长黄修照。我是他日间部和夜间部的同学林立旭。我们这一班是最可爱的班队。我们这一班是最快乐的一班。我们每星期是下午1:30到4:30上课。我们这班有第二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，还有5年级的同学。我们有很多的班队，有花生队出，还有台西安，还有我们两个。我们这一班是大甲溪长间甲班。我们每天都在加加加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运动。对，我们有请小龙女为我们编舞。我们小龙女是我们班的网红，还有她是歌唱才艺双全的网红主持人。我们这班在老师的领导下，每一次上课都非常的期待，快乐满满。我们这班是最可爱的班。我们这班是最快乐的班。请大家欣赏我们的演出。谢谢你们。